大家好，我是春阳牡丹，今天特意为您录制一首单曲，是歌唱春天的。我真的记不得这个歌曲的名字，还有作曲家。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一首歌曲，我是最非常喜爱的一首，应该是德国的一首歌曲，原本应该是德文的，我未来争取会学唱这首德文歌，但是我今天用中文为您歌唱。Thank you.